我的妈呀，太好看了，油亮油亮的，我的手都好黑。这个，但是它的冰度是可以看出，而且这个颜色的话，它是有过渡的，就是这边浅一点，这边深点。像这种颜色的话呢，做出来它不会说是很深沉，反而是会有很有味道的。里面的结晶体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已经化开了，能微微的看到一些雪花没有？我的妈呀，太好看了，油亮油亮的，这种就是那种深水的湖水绿，而且颜色的话你有深入浅，有浅入深，那效果还是很明显。我们拉远看一下，哇，远看都在闪闪发光。我们看一下细节，它的细节的话可以看出它结构是化开的啊，然后它棉感已经是化开了，化水化开一个效果，隐约能看到一些气泡棉，那水分是透出，看到吗？在这个厚度大约是7.8到8的一个厚度上，它都能这样子一个透手效果，那说明这个手镯的质感是非常非常赞的了，远看近看都很美的一个。大家不要学我这个姿势啊，新手很容易摔到的，